钓鱼人啊，好久没来看你了，你还在吗？怎么得四个了呀？好像是六个嘛，几个的？还有两个呢？听的，哎呦，你看没家灌水的，啷不得了嘛？哎，接点水。咋的哭的？哎呀！你看嘛，走的时候走在仓房，你看嘛，哎，全家都把东西拿着烂的，这些东西，嗯，这水果啊带去带了回去吃了算了，不洗烂了的，每个都烂的，烂的就带到里面了，小心点。哎呦，你这个东西都臭的哟，我也不气味了。嗯，你气的了。哎呀，放苏东香都往那些骨头，嗯，要把自己整的气味了。我看那些，这什么？这一菜，这个看那样子气，带去不去？干了干了。嗯，萝卜。不知道。
全部带去喂下一批，我去吃。我们冰箱的都是有的，没的。那你也可以，我们冰箱也是可以。走走。你是他们来凑合噻。没凑合噻，东西都没吃。这是拿着不吃了。就到也会回哟。哎，老婆嘞，那我们公司嘛，去哪儿待一下？我那个高位待起，到待不起去，好吧？今天我来发财了，我收拾大包回去了。